林郑月娥也是说他是天主教徒，也是基督徒啊。对于我来讲，我很清楚的要告诉他，哦，他的作为，天国没他的份。七月之后，陆陆续续续来台湾，我们的接触的大概200多位啦，哦，在200多位里面，大部分都回去香港，但是回去之后，还有再来台湾，最严重哦，大概就有骨折了，有人腹泻1个多月，一直拉肚子，几乎每个人都有发生 PTSD， 哎，有人他跟我讲说，他半夜的时候，我们提供住宿的地方，外面有人走动，他被吓醒了，他听到声音，以为是有警察来抓他，后来才发现说，哦，这里是台湾，不是香港。我们长老会有医院，那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都可以提供这些协助。你想要就学，我们也可以帮你协助一些相关的学校。那我们这边能够做就很单纯的所谓的人道的协助。在上面的掌权者，他会扣上暴动罪，所以谁才是暴？真正在施暴的是香港的警察。